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广州番禺的亚运城体操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广州亚运会体操女子资格赛暨女团决赛。那么今天为了使您更好的欣赏比赛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国第一位体操世界冠军马艳红指导作为我们今天的转播评论顾问。马指导您好。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主持人讲到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如果顺利的拿到女团金牌的话，这将是中国女子体操第10枚亚运会的这个女团的金牌。那么回顾过去的这10届亚运会，我想马指导您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您是看的这批运动员这么一年一年拿到金牌的。对，中国女队在这个亚运会的赛场上从来都是很出众，而且就是冠军从来没有旁落过。那么我想这次比赛呢，我以我们姑娘们的实力呢，我想应该是只要顺利发挥水平，也应该能看到这块金牌。那么今天的女子这个体操的比赛呢，是分了资格赛是分为三场进行。早上9:30比的第一场呢，参赛队伍有韩国、泰国、越南和菲律宾。下午3:30呢，是两支队伍，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新加坡。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今天晚上比赛的队伍有中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卡塔尔。那么实力最强的两支队伍就将在今天晚上出场，他们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中国队这次派出来的阵容六位选手是上一个月的荷兰鹿特丹世锦赛的女子项目的原班人马，日本队也同样如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亚运会几乎就是在上一个月的世锦赛当中亚洲实力最强的两支队伍的一次对决。所以在今天的转播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看的是这两支实力最强的队伍。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是6-5-4的赛制，那么运动员除了要争夺这一枚团体项目的金牌以外呢，还将分别展开他们自己为接下来个人项目的资格的这个争夺，比如说女子个人全能和女子单项决赛。画面上看到的是跳马项目的比赛选手，参赛选手是来自印度的达斯。那么刚才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这个完成质量呢，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一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做的是一个种圆后直4.6的难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刚才我跟马指导也是相视，就是打了个照面，就是确实是完成的很不理想，因为4.6的难度在女子体操当中是一个较低的难度，一般运动员呢在这个跳马项目上都会选择一个起码是5分或者是5.2以上的难度动作。那么他是要进单项决赛的选手，所以呢他在资格赛当中要比两跳。再来看他第二跳完成的动作，女团的比赛呢现场4个项目是同时比，中国队在第一轮当中要比的是高低杠，现在还没有开始比赛，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切到了跳马的现场，选手要等第一个项目出分以后才能去跳他第二个动作。好，来看一下达斯第二跳。在第一轮当中，日本队是比平衡木。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轮第一轮中国队第一位要上场比高低杠的崔璐。低杠内蹬杠弧形后跃直高杠，帕克空翻去到低杠，蹬杠弧形回来，大环环